不是呀，我刚吃饭去了，吃了王秋茹做的饭，我就一天没吃饭，这样太饿了。呀，本来我和他一起志愿者的，但因为我在助演，但是还好，要不然可能今天这锅饭没法吃。我想来看一眼，哦，都没有看这几期的。舞台，啊，真的吗？这么巧吗？真不错，卡点小能手，但我其实没有，我完全没有看。哦，我看了一点我们那个，我又跳了《人间规则》。谢谢小菊花的巧克力。帽子怎么了？那个帽子是我的。对，帽子掉了，然后我给它踹出去了，踹飞出去了。啊！你们看到了我踹走的吗？没有拍到吧？应该，我特地挑了那个镜头不在我这儿亮红灯的时候踹的，啊，笑死！我真的一脚踹飞出去，那就好，应该看不到，因为我看了一眼那个，我看了一眼那个镜头没亮我这边那个灯，然后我就踹出去了。那可不是，我是谁？我直接踹飞到角落，把那个帽子。哎，我听到走廊外面有声人声了，他们应该是结束了。因为他在那很挡路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帽子在那里。是啊，在中心就很快乐，因为下了班直接上来就好。对，他下来的时候，因为他就在我正前方，然后我就想一会儿得把他踢走，不能让曾国踩到他。人中朝霞，人间本色。哪里呀、啊？哎，我为什么打？谢谢飞吹的奶茶。为什么打不开？隔离挺好的呀。我那不是校场，没有可爱歌曲，大家没有。你们看这个助演阵容就知道，我显然不是那一挂的嘛。别想了，别想了。下好做的奶茶。不合适，不合适，我这个身高加进去就是说很突兀。谢谢遇见陪伴的玫瑰花。我去可爱，我这个发型，我这个发色可爱。没救了，你们。你们已经没救了，知道吗？你们已经没救了。
谢谢皮尔森的奶茶，谢谢肥春的奶茶，谢谢白白的奶茶。那你们就带着你们滤镜，谢谢好做的五个大山。你们想，你们既然有滤镜，那我做什么你们都，就反正就有滤镜，我不用都是刻意去，对吧？那不是很好吗？那这样，我下一个舞台，就是不管什么风格的，你们都一定会觉得可爱的，这就是你们的滤镜。谢谢秤砣砖的奶茶。谢谢 PS7 的奶茶。救命啊！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！我的电脑又打不开了，我真是服了，我真是服气了。哦，他在配置更新，不好意思，说完下一秒就打开了。行啊，那麻烦以后我呼吸一下，你们都觉得可爱，挺好的。我的粉丝居然有对我这么强的滤镜，真不错。那我下次骂你们，你们也觉得可爱。是不是？谢谢啊，带的五个玫瑰花。我好想去染头发呀，我有点看腻这个发色了。谢谢不难的奶茶，真的吗？美女骂人是观赏性非常高的项目，我第一个骂你，怎么样？谢谢秤砣砖的奶茶，想换什么？想换黑色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想换黑色。哎呀，我们我的我能不能绕开这个话题？哎呦，要回到这个。上一次过不去的话题，黑色好，那感情好，特别纠结。我主要是我又想金，再金一段时间。虽然我现在不是金色，我想再金一段时间，又想黑色。是啊，我出不去，所以只能想想。只能想想，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出不去让我多暴躁。等我那个 solo 完，我告诉你们我的暴躁。不行，我不接受用染发剂，会花的。我真的很暴躁，那个出不去弄的我就巨烦，我跟你们讲。就是人生没有这么烦过，我这个人很少因为什么事情烦，我一般烦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。然后，而且我一烦我就很烦，搁这儿搁这儿呢，我一烦就很烦。其实关着我平时还觉得还好，我这个人自己待着能做很多事儿。主要就是你关着要搞舞台，就很多东西不能弄，要自己搞。真的最不方便，给我都整不会了。我还在纠结那个舞台的顺序，就是，
第一轮放什么，第二轮放什么，我纠结了好久。来一个投票，可是你们又不知道我表演什么，主要是现在不嗑瓜子的玫瑰花，我又不好说，我表演什么，是吧？是30号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有可爱的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有可爱的？谢谢遇见陪伴的玫瑰花。我这个电脑更新不完了，我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电脑是我的生命。耍帅的。我的粉丝为什么对我的这个可爱的你们想看，性感的你们想看，耍帅的你们也想看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接电源了，接了呀！求求了，电脑打不开，我真的会死，我这个东西都在里面，完蛋！不会的，它一定会打开。耐心，我没有耐心，我这人没有耐心。主要是我这两天得用到它。行了，给他点耐心，跟你们聊天吧。我不看着他，也许不看着他，他会开的比较快。我其实真回真的就觉得挺久，就是要表演什么的。啊，没有抽到我，但是第三场也很难抽到我呀。我就在第三场，他们是抽的第几场？三四吗？还是就抽了第三场，都没有抽到我，那我岂不是指定在第五场？啊，三四五抽完了，什么？我还想坐在超一，坐在超一观赏下美女跳舞呢。啊！生气，行吧，那是什么？会有人反复吗？啊！好多人反复。行吧。算了，我没有看美女跳舞的机会。啊，打开了！没事儿，我也没有这么渴求这个评委机会，只是觉得挺好玩的。没有也就没有了吧，问题不大。下次看，我倒是没那么闲吧。搬一张小板凳去了，我是有多闲啊！我是有多闲，我还自带小板凳下去。他们评委点评是不是每个人还必须说点东西啊？那是蛮痛苦的，就明明说不出什么来，可能内心就说好看好看好看，然后非要说，还不能跟人家重复，你还说的必须得有点道理。这不就跟那个老师写评语一样吗？虽然但是，那个先抑后扬。
还要找词儿。好慢哦，电脑变的。我主要清一下。没事，会说这一句就够了。清理一下，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？我知道了。那天我录那个有声书，导出来那个文件巨大，我又把它删了。都交给姐姐了，她应该不会让我再。谢谢睡睡的50个大闪，谢谢，谢谢睡睡。天哪，格式化，杀了我吧！那我真的会死，我就不演了，我罢演。下周有志愿者吗？还不知道，没说怎么为什么想看我做志愿者。我最好还是不要，我做志愿者。刚才特别好笑，我在那边洗碗，我在那边洗锅，然后呢，那个哥哥就在我旁边洗他的碗，然后他看了我一眼，你这个洗碗手法很不熟练啊，我说，现在全国第四抽了5个大闪，而他就看了我一眼，昨天什么时候？我是真不太会，所以我说今天还好是王秋如弄的，要是我弄的，我不确定今天这顿夜宵能不能吃。啊，我和刘电是吧？对，那不是昨天吗？前天吗？我和刘电下去吃了2口，今天嘛蛋炒饭。今天那个阿姨他们问我们做什么，我说王秋如做蛋炒饭，然后说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只会做泡面，一人下来我给他们泡一碗面。你们怎么能从这儿角角落落里找到我呢？是发色的原因。我来看看我的 C 盘，我的 C 盘倒也没有特别满嘛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看不懂这些文字，对啊，好多，这种人怎么删呢？我也觉得不能乱删，其实还留挺多空间的。没有我想象的这么慢，虽然也过一半了，过一半多了。不删不删不删，等过完这段时间再删吧。
我其实平时一般都不太存，哎，完了，我发现我头上戴了个卡子，我居然卡到，刚跳舞的时候也卡着。真行。哎，30号是周几啊？是周五吗？30，还是周六啊？周六，嗯，真不错。咦，哦，这现在放假和不放假，感觉区别不大。我是觉得区别不大，没什么感受了，人已经。天呐天呐，我家怎么？我家这个文件，这个文件夹里巨多我爸以前拍的景点的照片，我笑了，我笑了，怎么会有我爸的？行。天呐，就是欣赏一下疫情前，巨多，真的巨多。我爸以前摄影爱好者，哇，天呐，这几年的时候。为什么会在这个电脑里呢？真奇怪。那没有，那就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。我小时候也没有这么早。怎么可能有我小时候？疯了吗？这个电脑是妖精吗？我想看看今天的舞台，有可能什么导出来存进去了我的照片吗？疯了！你们不可以看看，别想了，别想了，别想了，想这些有的没的。每天都想什么呢？我小时候不可爱呀，我小时候真不可爱，我小时候很，我小时候剪了那个男孩子的头发。不是，我不会让你们看的。我真没有，问题是。不对，有我不会发出来的。打歌舞台，中心打歌舞台，笑死！为什么会想看我小时候照片？不理解。第一场，
有没有第二场？我虽然我第一场也还没看，有没有第二场？Look out！ 我今天断断续续看了一点，我看了那个小包的，那个是什么 Shadows 是吗？就一个帅一点的，点进去正好在放那个。谢谢 JK 的气球小熊，谢谢。怎么会网这么差？我春日缘尽世间，哇，他们这一场还挺多这种古风的。我知道了，怪不得这么慢，这个网。给我整服气了。啊，不过我发现就是中心，现在游击拍出来还挺好看的，让我燃起了用游击的想法。因为之前有一次游击。让我很愤怒，我后来就再也没有想过要用游击，但这两场看到他们用了游击，觉得好像拍出来比在剧场用游击拍出来就是感觉好。谢谢柑橘的奶茶。这隔壁怎么在听？他们在跳操吗？在听《本草纲目》。这套衣服是 N 对的那个吗？是吧？我很眼熟，感觉我穿过这件衣服。那天在我舞蹈房碰到 Coco， 我还以为他跟我是一场的呢。啊，居然还有鼓风机！这鼓风机也被拿到剧场，还有中心来了。但是就是没什么，没什么那个背后的道具那个，没我想要的道具。哦，我知道这把伞。那天扣扣还拿着那个，他不是有花瓣嘛，然后他就撒在地上，他还在那扫。
是我还跳过这首歌，虽然现在已经忘没了。现在你让我回想十支箭的歌，我可能一首都不会。哎，好眼熟的人啊！熟人，熟人，熟人出现了。我之前也有想过这首歌，我之前 H 公演刚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这首歌还蛮不错的，蛮有意思的。对，因为我也看上了。其实，H 对挺多首 Unit 我都喜欢。邀请一个，邀请以后要有找机会跳一下这首歌。裙子也不错，看上去很好看的样子。哇，这个地上这一段不错。两个位，跳哪个位置？没想好啊，都可以看人，看跟谁跳。小马头发都长长了。触电，哇，触电。我真的觉得他们这种短发的还蛮痛苦的，因为你知道长发你其实差不太多，因为短发到那个尴尬期就很难受，就一定想剪吧。完，几乎所有人都要用这个铁栅铁门。对啊，短发很难打理，而且我知道，就是到这儿的头发，你下来一点的时候就会很想剪，因为那个时候就不好看。触电这首歌还不错。而且尴尬期又难打理，又不好看。当你心看来你们的头发都半长不短呢。我挑这首。别梦回壁虎林了，800年前的壁虎林了。
还可以吹这个。不是，就这个吹，这其实以前剧场也可以，但有时候他吹不好。哎，他们跳的是短板的吗？怎么都只有2分多钟？哦，来看一下人间规则。所以这个帽子是怎么掉的？谢谢齐小生的十个玫瑰。我好高啊！开始感觉要飞了啊！飞了飞了飞了！哦，原来这时候居然在我身后啊！我这时候已经在想了要怎么一会儿那个什么时候把他踹走，好踹了。哎，还没踹，哦，这儿踹的。拍到了一点，笑死了。哇，我踹得够彻底的，彻底踹出了。我发现我在不说话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蛮冷漠的，不笑的时候。你们知道我最近穿那件衣服真的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缩水啊？怎么会这么短？就跳，它一直在往上跑，那个袖子，感觉这件衣服应该是缩水了，笑死我！不是我长高了，我上次穿它它就长，啊不是它就短，越发短了，这来了，这是。不是我长高了呀，是它缩水了呀。为什么这个面光我还是觉得这么暗呢？是什么原因啊？就还是觉得面光有点暗。我这个头发自由飞舞，我摸的好实在啊。不友好好吗？这个光它给我拉满的时候，我就会爆掉，我人就会曝光。
我人会爆掉。不，因为之前那个我们跳学的时候，我就跟小猪说，我要这么摸下去吗？然后他说是。然后其实我彩排的时候，每次都没好好摸的。哎，最后没拍到，最后我那个鞋崴了一下，我那双鞋跟太硬了。Tinkle Tinkle 是什么歌？没有，没事没事，就一下下，就我蹲下去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造型好可爱啊，好校园啊，作战大成功。这是河内的歌吗？Twinkle Twinkle。好可爱呀、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好活力的歌啊！我喜欢，甜妹，还行吧。这是谁呀？这个熊里面是谁呀？这熊里面是谁呀？好好奇啊！笑死我了！他跳的，他们怎么不一和我一端？感觉那个熊在他后面跳起来的话，会变得，就是场面会变得很可爱。我们中心居然还有这种熊的道具啊！好可爱呀！我的天哪！银河以北，这是什么歌？我没有甜妹，甜妹也行啦。这是公园曲吗？这不是公园曲吧？这听着就不像公园曲。这个编曲一听就不能是我们公司的。这是他的第一轮还是第二轮呢？
我知道这个有菌菇，我前面看到了，点进去看到一点点。菌菇怎么还不出现？哦，来了。这两块布我想用，这是谁的布啊？我好生气！哇，这一下这个麦，反听不行吗？小，一开始摘了一只耳朵，然后全摘了。不错不错，来狗子，哈，我瑞奇好适合这个造型啊，对，甜美甜美。今天还挺多甜妹的，他好适合我们那一场嘛，说不定我们那一场，说不定他们有些可能只是看起来甜妹，说不定会表演个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这只熊啊，这只熊是当时藏起来的。这只熊是不是当时？谢谢我知道你是谁呀的奶茶。这个银色的树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居然楼下也有这种东西。感觉这个甜美舞台，然后这个熊和那个桌子出现的几率很高啊。对，我确实在找道具，看看有什么能用的。女王殿下，哦，会毁的那个吗？叫裙子不错。可惜跟我的主题不太搭，我估计这次又得穿私服了，朋友们。裙子真不错，还挺好看的。
以后有什么机会跳女人的舞的时候，有什么机会跳女人的舞呢？啊，可以穿。谢谢谢谢谢谢的奶茶。我会觉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跳，是吧？上一次让我能印象里的还都是那个了，第五零的时候那首《暗语》。是吧？我也觉得好像很久了。这歌还是不错。我之前也想过跳这首歌来着。但是这首说实话，我更能在剧场跳。我觉得这首歌得底下有人才行，在中心跳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去机场跳。对对对，主要是想听财务财务，没错。嗯，我已经不挣扎了，就说，你不挣扎了，你们说什么是什么。行，哎呦，刚才这个爆闪不错，这个灯光不错，我怎么又开始看灯光了？等一会儿，这首的确是挺好发挥的，听到脑子里会想到很多东西。晴了，这是哦，那个这首歌还挺新的吧？确实，底下收音确实不太好，没办法，你这个设备很难有什么要求。主要是你们知道，就是我们现场听到的和实际收完然后播到平台上的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有时候就很难判断，就在彩排的时候很难判断我到底是开大了还是开小了，就很烦，但没办法。黄蓉这个刘海一看就是自己剪的啊，是不是？
我在听着现场的这个收声。怎么？我点评我说你这刘海是自己剪的吗？这太不靠谱了吧！这个评委听见，人家说要你管啊，是我就说要你管，管我头发，管真宽。辱骂评委，当场拉出去。有个伴舞，才看到。黄主这双鞋不错，又看上了，看这双鞋。突然出现，让这个伴舞突然出现。对，我怎么又看 ？OK， 我看的东西好多呀。这个船也不错，说实话。看上的助演人，我心里有助演人。我自己做舞台，我能不知道我要什么样的助演吗？我还得从别人舞台一看，那是多没谱呀、啊！这人得多不靠谱。告诉你，不能说，还不能说。等我，主要我还没跟人家定呢。哇，这首歌蛮帅的。这造型还蛮帅的。晴晴。这舞台有主演吗？发呆蛮帅的。我喜欢的拉普，谁告诉你我喜欢软？收身，还没到。这里其实可以来两个助演。主要是你们知道，耳麦的收声就是很差，不管在剧场还是在这里会比剧场更差。就如果要唱歌，就必须还是得拿手麦，要不然真的完蛋犊子。手麦还行，耳麦会一段一段的，而且你就必须，就是也不好看，你知道吧？就得啊，把在这儿。办法，这个麦就是这样，又不是人家那种韩国节目的。他跳得好好，好帅！
这个发型好适合，好适合青青啊。这个狼尾吗？这是。狼尾加发带还是挺帅的。哎呀，来了，新型病毒。这三个人太适合这首歌了，这三个人太适合这首歌了，身高都就是匀了的感觉。这服装我怎么看上呀？闹呢？你在玩我是吧？玩我是吧？这个麦架我看上了。哇，他们三个真的，这个身高看起来都是一样的。对，他们三身高好和谐啊。收身，凑合，都是我姐姐，还是我来当这个姐姐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行不行，说好这两个字，脑子都痛。这是什么歌 ？Feeling You， 完全没听过，河内的。真的好看脸，我觉得他们三都有些我不说话的事。哎，这是谁的歌啊？734的吗？薛定谔还是分团的？完全没听过，以前 N 队的。
这身衣服不错，这条皮裤很不错。粉红狙击手，我原来也看上过这首歌来着。真的第一场，我来搭上。这是一刮啊，不对，一花两刮是吧？两刮发型还挺像的，哎，我看上后面这个屏了，怎么没有人用那个后面那个屏啊？这个油鸡棒还挺好的，下手是艾未央，谁的艾未央？艾未央也是我挺喜欢的歌，我猜，猜不出来。哦，这是什么呢？三，怎么一个撒花，一个开枪，是什么？对，这首叫《粉红狙击手》。想和谁跳爱未央吗？都行吧。这个镜子不错。对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。为什么这个灯光有点迷茫，又看不清底了，生气。什么叫全员阿凡达？哎，这里灯光还不错，脸亮了。
哇，这个鼓风机到位，这个点给的很好。到位了，到位了。主要是刚才那个卡点卡得很准，开鼓风机那个人擦擦开对了时机，要卡上重拍开鼓风机。我发现第一轮还是跳舞的人比较多哎。哎，最后这个意境很不错。啊，收声太差，效果让人纠结。不过确实，如果是这种比赛性质，就是第一轮放舞蹈会比较那个，但是椰子拿铁，哦，椰奶拿铁，主要是我想把最想。就我想按那个，就想把最想展现的那个放在第一个。纠结，我纠结一下。是椰子，椰子拿铁。这身衣服好好看啊，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屏了，这个屏分辨率有点低。我说这个屏这么好，没有人用啊。不是，就是它看起来这个画质有点渣，到没有到马赛克的程度，就人脸倒是好看得清，就是这个冰屏上放的东西会有点。我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帮我去邮寄。连哦，后面两个看过。突然，对，要找一个手稳的。我可以分身吗？分身术，自己给自己去邮寄。眼镜时间还有一个没看，我可能要帮人举游击打怪了。我想分身术，我能给自己举游击啊。
耳朵里肯定炸了。我好奇底下的这个唱歌设备了，感觉这个耳返不过今天唱歌的人不多哎，就是我好像纯唱的不多。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都第一场唱歌的人多吗？我还没看第一场，我要去看一眼了。没有，设备让人恐慌了。我在听，因为我听过他们在那个舞房练歌。没有，黄汝算第二场。我说那个。整的第一场，想哦，痛痛痛痛痛，想。对，我感觉就是我们现场听到的和收出来的不太一样。主要我现在在纠结，就是放第一场还是第二场。怎么？我直播间现在有外国粉丝了，这么高级呢？我有外国粉丝吗？放第二场吗？啊！但是如果那个不能表演，我真的会很不开心的，所以我很纠结。让我很害怕想把它放第一场。我觉得那个我如果没有表演，我会悔恨终生。
不会很重，不是这个程度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们知道吧？就保险一点，就很怕。虽然另外一个节目我也很想表演，就两个做比较，两个都很想表演，但是两个你一做比较，你还说我更怎么？又或者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剧透吗？哎，不对，我要开那个东西。15秒预告，韩综呢？我其实原来是想放第二场的，但是呢。但我可能会调整一下。我来决定。好，反正两个都，两个其实在我心里分量一样重。就是一个更。惊喜一点，那我们就都要加油。那我今天就播到这里。这发型我随手扎了一下，有点热。我发个麻烦。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。就这样吧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你们早点睡吧，12点了，我才发现12点，拜拜拜拜，早点睡觉，拜拜。